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很多朋友在小时候都玩过秋千，甚至可以说是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。即使是长大后，不少人也对其恋恋不舍，看到了还是会忍不住去试一试。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世界上最刺激的秋千，它素有死亡秋千之称。坐落于格伦伍德斯普林斯小镇的探险公园，建在400米高的悬崖的边缘，最高时速达80公里每小时，这可不是什么人都敢轻易尝试的。先来说说这个秋千的设计师，他叫史蒂夫·贝克利。在此之前，他设计过一个峡谷秋千，但一直觉得不够恐怖，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玩之前要签生死契的死亡秋千。在这个秋千建成之后，贝克利自己还亲自去体验了一番，可是尝试过之后却直呼不敢再尝试第二遍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秋千的恐怖程度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。很多冒险爱好者听说了死亡秋千的名号，都慕名前来挑战，可都无一例外表示这秋千恐怖到了极致。而一般的路人游客在玩死亡秋千的过程中，大多都吓得尖叫，甚至眼泪鼻涕哗哗往下掉，没点胆量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好。有游客接受采访表示，这个秋千真的让人有濒死的感觉，而且它就像是大自然的杰作，风格和悬崖浑然天成，第一眼望过去就有一种惊艳的感觉。这个连设计者本人都害怕的死亡秋千，令无数勇敢者闻风丧胆。不过这让那些没有尝试过的人却更加跃跃欲试。你们对这个世界上最刺激的秋千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